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节目的开始，让我们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苏琴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曲伟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欢迎。多。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第一对嘉宾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各位请看，你根本不懂如何用心去呵护一段感情，也不会带给我一点浪漫的仪式感，和你谈恋爱真的很无趣。你总说我不够关心你，可我觉得是你的要求太高了。难道我没有一点自己的生活，整个世界全部都是你，才是你理想的爱情吗？我现在和你吵架吵得都累了，对未来也是一片迷茫。也许我们应该重新考虑一下，这段感情还该不该继续走下去了。我可以包容你的任性，但不能接受你和其他异性的暧昧，这是我的底线，也是我对你最基本的要求。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小陈，22岁，来自辽宁，学生，有请。女嘉宾小李，22岁，来自河南，学生，有请。小李，有请。欢迎两位，今天想让他们帮什么忙？他总是误会我，我也总是误会他。而且我们也即将就是说毕业了嘛，我们可能是要异地啊，我不知道具体该何去何从。你要来干啥呀？就他一直打游戏，对我关心就很少。听说你们认识的时候很有意思哈。哎，对，说说吧。就当时吧，大学生都爱漂头发，我当时也漂头发，就漂了好多次嘛，头发给漂坏了啊，我就一鼓作气把头剃了。寸头还是剃光？寸头就很寸，比他头发现在还要短。对，比我这个还要短。然后呢？然后我就遇见他了呀，他调侃我，他说：“哎，你看这小姑娘剃个头。”他装啥呢？对，当时我就认识他了嘛，就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一起吃个饭，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追求他啊，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啊。在一起多长时间了？在一起2年多了，头发也长长了哈。哎，就是你的头发是你们俩爱情的见证，哎，对吧？对对对。怎么了？你刚才说这小子喜欢打游戏是吧？他打游戏就不正常，你知道吗？啊，您说说。你打游戏，你到关键点，我需要你的时候，你总得出现吧？我都跟你说了，我说喂。我肚子太痛了，你过来接我一下吧。他呢，挂了挂了，就这一局，这一局结束以后，我当时就人傻了。他都不理我。我没有不理你，当时因为他是什么性格，主持人，因为我们在一起这久了，他肚子疼的时候就总是说，哎，我真的疼得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你快过来，等我过来，我带着止痛药啊，或者给他揉揉肚子。他说啊，没事了，我就想让你陪陪我。啊，每次都这样，每次这样。那你说，哎，除了我，你因为打游戏这事耽误了，那你朋友呢？当时我们就约好了，下午要一块儿过去玩。他呢，又是因为一把游戏，我又给他打电话了，他就说我又催人家了，还打游戏输了，下来就骂我。这个事儿当时我是知道的，那你为什么要催我？我打完这把，我肯定会下去。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在等他呀，对不对？啊，再说我知道我朋友在等我呀。你知道了你还不下来，你还在打游戏，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啊。我朋友他理解我，我也会理解我的朋友，这是我跟他相处方式，他等我，我也会等他，你那么着急干什么？我就觉得你朋友不开心了呀，我替你着想，你替你朋友着想。你根本不了解我的朋友，你为什么会觉得他不开心啊？我看他脸上挂着不开心了呀。就因为这事儿，他跟我吵一下午，我们吃饭又耽误了吧？对对对。然后他不是得送我回去宿舍吗？啊！就因为这不送，你本来就气着我，当天又那么累，哪儿累了？我都给你送学校门口，你自己走两步，知道会怎么样？你不想想，那是因为你那天打游戏推迟的时间的黑吗？那黑，那是不是有人陪你回去？如果就剩咱俩，我那么天那黑的话，我肯定给你送回去。但当天不只有我呀。反正你就不想花费时间在我身上，你就觉得浪费你时间了，好好好对吧？好好好好，你确实浪费我的时间。胡说八道什么呢？你别谈呀，慌不择言的。没有，对对，我想说一件事，主持人，因为他平时真的很浪费我的时间。你说。他有一次考试嘛，考试，他们是要去市区考，他让我陪他去考，我就想那我就去呗，这是一个男朋友义务吧，对吧？他和他室友考试，他室友也带着他男朋友，他也带着我，就是我们四个人去。因为他要考一天试嘛，然后我和他室友男朋友说准备回酒店休息，他的室友让他男朋友回去了，他不让我回去。那人家家长陪个孩儿考试还一等等一下午呢，你等我咋了？关键我等你，你知道那天有多热吗？他考完场是要出来吧，他见我就说了一句话，说我考得怎么样，然后就没了，你就找你小姐妹找你室友去了。哎，主持人，我给你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让他等。
是因为我那个窗边啊，刚好哎，他站那个位置，我能看到他，我会感觉哎，没事，我瞟瞟他，我能看见他，哎，他在等我，我就一定要好好考，因为我觉得我考了一个满分的试卷，对他来说就是值得他这样去等待，这样不好吗？就像一个孩子考好了高分给家长也是好的等待呀。对对对对对。那你最起码关心我一下，给我瓶水，问我热不热吧？那太阳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在那我就坐那个马路牙，就这种马路牙子，我一坐坐了一天。你见哪个孩子考试，孩子会问妈你热不热呀？你叫过他爸吗？我没叫过。你叫他爸呀。我不是你妈，我是你男朋友，你记住这句话。而且你说那么过分的话，他你知道说什么过分的话吗？因为他跟我说，如果我出来考完试看不到你，那咱俩就别处，咱俩就分手。你也不是傻是吧？我肯定不傻呀。那你不是也是爱着我吗？我就是爱着你，我才会这样说呀。我爱你可以，那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过分的话？平时本来对我的关心就少呀，啊，我让你在那等着我怎么了？我哪里对你关心少了？我对你关心还不够多吗？一点都不多，想想我都来气啊。你说女孩子要点仪式感，要点浪漫，很正常吧？好像正常。我要的又不是什么金钱堆起来那种仪式感，啊，是需要用心。你要什么样的啊？用心去来的。你看，啊，我们谈两年多了，你约个会正常。你看个电影正常吗？正常。我们就看过两次电影，这个有点不正常，啊，按年份算的。那你难道不知道我平时跟你出来都是戴隐形眼镜的？戴隐形眼镜看电影关你啥事啊？戴隐形眼镜看电影眼睛很痛，你知道吗？你不想跟我看电影，你100个借口都有啊。难道我为了让你快乐，我要牺牲治疗自己的快乐吗？你看他就是这样。那还有那次更离谱，你说最近冬天都特别流行那个入冬六件套吧？嗯，啥叫六件套？给我们普及一下，我们确实都不知道。就是那些板栗啊，板栗、糖葫芦、红薯，还有奶茶，还有他对我的那份爱心。这不才五件吗？啊，对，还有草莓蛋糕。哎呀，现在谈个恋爱要长这么多知识啊，咱们记下来啊。他觉得是我没给他那个仪式感，那我哪样没给你买，没带你去吃？难道非要我说把这些东西打包叠在一起全送给他，他多浪费呀。啥叫仪式感呀？那人家朋友圈都发的，我发啥呀？我发一张脸呀。不是你这就不对了，姑娘，你要真想发的话，吃板栗的时候拍一张，吃红薯的时候拍一张，九宫格集齐了你同一天发。对，人家都一下六件套，我这是集神龙呢。这你慢慢集着嘛。那还有那纪念日，那100天多喜庆的日子呀。我都跟他说，哎，我以为他会悄悄给我准备。那你100天，你家孩子过百岁，你有必要吗？咱们在一起120天140天咱都过一遍得了，天天过节别过日子了，那行吗？那人家都过100天，这热恋时间不应该庆祝一下吗？这不值得庆祝吗？我觉得这有点跟风。这不是跟风不跟风，那情人节全国人民都过的节日。不是全国人民不过啊，但是我感觉情人节这有情人的都要过的呀。是不是？我没有陪你过吗？我一整天都在陪你啊。他陪我过个什么一整天啊？从早到晚我们就走走，也不看电影不约会啥的，情人节总得有花吧？我的花呢？我是不是送你了？当时5块钱一朵玫瑰花，他买了以后我也不开心。不是，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我觉得情人节送花很俗，而且在我眼里，只有那些就刚处或者说刚成为情人的人才需要那种仪式。那我就真的像我们俩这种，如果真的他是在我心中，就是我如果送他花，他会觉得咱这个钱买个烤地瓜啥的，不挺香的吗？我这样想的，你知道吗？而且当时我送他了，反正我就觉得人家拿花的女孩幸福啊。我开个车他也是说我，哎，我刚学会驾照，这开个车新手上路很正常嘛。我坐好了，然后他就抓着那样弄得很恐怖，感觉我开车不安全一样。那因为真的不安全，他没安全意识。怎么不安全？我也是光明正大考的驾照啊。那我知道，那你开车我感觉有些安全意识太差了。我跟着导航我能有差呀？人家都说了往右拐，你非得让我往左拐，我听导航听你的呀。导航说右转是吧，他站着左转单行道，我说你赶紧左转赶紧左转，他站着左转单行道，他去右转，那怎么可能去右转吗？你说的都对，反正我现在也记不清是哪个道了。他只为这个事还跟我吵，我就很纳闷到底是为什么。我为什么？哎，我就觉得他这个脾气倔，就是他这个性格就是这样。我性格倔，我性格怎么了？我觉得说我这样的人设别人都很喜欢呀，我凭什么要根据你的意见来？而且啊，你用了个人设。哎呀，一说人设就有点不真实是吧？不是 啊，反正我就喜欢我这种嘛，就大大咧咧的。他不喜欢是吧？他不喜欢。因为什么？因为我给他买了很多那些
可能是我比较喜欢，但是我觉得女生大部分女生也喜欢那种发卡呀、围脖啊，还有小裙子啊，送给她，她来一句啥，人儿丑死了，就这个意思，然后都不穿，一次都没有穿过。嗯，我穿这身不好看吗？她非要让我穿个小裙子，那蹦蹦哒哒的，你就在爱我吗？我是爱你，但是我感觉我可以就是更加的爱你，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给你买那些东西，我感觉你穿上会更符合你的气质。我喜欢什么，我喜欢什么气质，不需要别人来评价。我穿什么，我自己喜欢，我自己开心就行了。我也没有强加于说你非得穿哪件衣服啊。而且他这个妆容，主持人你知道吗？他这个妆容，他你看他今天是个正常妆，因为他不是自己化的。嗯。你知道他平时什么妆吗？紫嘴唇。我感觉我是欣赏不来的，紫嘴唇。那是你太 low 了，你懂吗？那你说现在都是欧美妆咋的了？是不是都挺正常的呀？而且跟小姐妹出去，人家都化妆，你不能素颜去吧？那多丢面啊！那你跟我在一起为什么不化妆呢？我跟你有重大场合啊！算了，咱也没什么重大场合，是吧？我问问啊，女朋友好不好？挺好的啊。如果说你女朋友有一个缺点的话，你选择什么缺点？就是跟异性朋友的一距离，他掌握不好，根本。啥意思？我们在一起四五个月的时候去三亚，那个时候是我们第一次旅游嘛，然后到那里的时候，我发现他有两个手机，这个事是我之前不知道的。两个手机不正常吗？你听我说呀，两个手机不止，一个手机各一个微信号，我不知道还有另一个微信号，在一起四五个月，我不知道。我两个号怎么了？我是跟别的男生聊的暧昧了吗？哎，这个哥备注叉叉叉哥，哎。老妹儿，出来一起喝酒吗？要周六有空吗？哎，说到喝酒，我就更来气了。那是一个离我们很远的一个小酒馆，到那里我们正在唠嗑，突然一个就驻唱在那唱歌，他直接站起来，指着那个人说：“看，那是我前男友，你看他唱歌好不好听？看他长得飒不飒？”人家本来就帅，没办法。我在那，我是你男朋友。我知道啊，那就因为我们是一个圈的嘛，然后我们那个圈的人又刚好认识我前男友，那个酒吧又是刚开的，那谁知道碰见了嘛？那碰见了，那人家到时候我上个厕所跟人家嘀咕嘀咕，你看他前男友在这，他还带你领，不是领到这儿，我还不如大大方方跟你说出去。不是，我当时跟你说，我可以了解你的生活，我可以就是说根据你的喜好去做一些改变，对吧？那我八辈子倒霉，我碰上了，我能咋说呀？你就这样说，你看我前男友真帅，哎，我现在男朋友比他还帅，人家都是一个圈子的，都是一个圈子，是不是？我在你面前诋毁人家，那你说这合理吗？那你就可以不顾你的朋友，不顾你朋友的眼光来诋毁我吗？我没有诋毁，当时就是害怕人家说不好听的话，让你误会了，我就直接赶紧说了。嗯，啊好，你说的都对，我再不想跟你说这些。马上要毕业了是吧？嗯。啊，你有什么打算？两个打算，第一个打算是继续留在学校考研，第二个打算就是可能说，找个工作。就是你有什么打算？我就是该考的证都考了，回去当个老师去。哦，那我就懂了，今儿两位是来分手的吗？你们俩在未来毕业的规划里是没有彼此的。没有，就是他要当老师，我有点想去陪他，因为我工作嘛，我上哪里工作都可以。你去哪儿当老师？就回我自己的家乡嘛。你跟他去？我可以跟他去。不考研了？对，刚才那些就白说了，诉了一堆苦。没有，就是我感觉他真的有的时候根本不顾及我的感受，他也不尊重我。听懂了，听懂了。你带他来让我们改什么？就是他一点都不顾及我，我想让他多陪陪我，因为都快到毕业了，你说谈这么久也没有说出去约个会啥的，就想说一起跟正常的情侣约个会啊，不要把那么多时间都放在游戏上。行，那你这两年应该早就跟他分了多好啊，什么让你们撑了两年啊？他帅呗。这是他们现在恋爱的方式啊。我们要斗着，我们要刺着，我们要扎着，我们反正不能让对方舒服了，他不舒服了，我也就不舒服了。作着就是恋爱是吧？你们不觉得这恋爱谈的有点作吗？小子，我感觉太累了。我感觉也很累。他又说分手吧，你放吗？不想分。他跟你分，你分吗？不分。还是想好，想在一起，但是觉得这样又太别扭了，好像彼此又受伤是吧？你们问问老师们该怎么做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现在很多90后、00后是照着短视频谈恋爱的，所以你看这个女孩子啊，你看必须要有入冬6件套，不然没法发朋友圈，然后
必须要过恋爱相恋100天，不然我没法跟闺蜜说事儿去了。你这不叫仪式感，你这叫套路。如果你身边的闺蜜就因为这些事儿就给你点赞，就羡慕你的话，我只能说你身边的闺蜜也特别没有品味。你首先要搞明白什么叫爱一个人。爱一个人不是说把这个人拽过来陪着你一起作秀。现在太多人把恋爱当成是一个人的秀场，所以为啥考试的时候那么大热天，你让他在外头站一天等着，你还必须说我必须要从窗户里能看见他。你要真爱这个男人的话，你就会考虑说他在那儿站一天他不热吗？他会不会中暑啊？而且更重要的是，你闺蜜的男朋友也陪考了，咱得跟闺蜜比一比谁的男朋友能在大太阳地里站得住。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真的不是在谈恋爱，你只是在表演谈恋爱。咱们可能只是需要这种感觉，但是有恋爱的感觉和真正的爱上一个人真不是一回事儿。所以今天咱们先不考虑就是说未来怎么发展，回去之后先拿出几天时间来先琢磨琢磨，哎，这个男生我真的喜欢他吗？因为你从头到尾也没说出他身上有什么吸引你的点，真的他的优点对你来讲不构成吸引力，你对他的所有的评价都是负面的，都这男人特别懒特别烦人。所以先琢磨琢磨你到底爱他吗？还是因为特殊的疫情时间遇到了一个男生，而他又比较主动的去追求你，在无聊的时候觉得有伴儿也挺好的，有个伴儿是为了缓解寂寞，还是真正的爱上了这个人，你自己也没搞清楚，先想清楚再说。那对于这个男生啊，当然你回去也琢磨琢磨啊，如果你真想跟这个女孩子就这一款的姑娘谈恋爱的话，你就记住一件事儿，就是她是一个需要在特殊的场合和特殊的时期能让她有面子的女孩，你做好这一点。怎么说呢，你们俩先琢磨琢磨是不是爱上这个人了，还是在特殊的时期需要有一个伴儿，然后想明白这件事儿再做接下来的打算。女生说了一个特好，我人设不就塌了吗？所以苏琪老师给你提醒，你爱的是这个女人还是爱她那个人设，是吧？姑娘，你有没有发现你所有今天在台上表达的所有东西里面都是索取，都是希望这个男生为你做什么？是因为我只有这些东西需要他呀。对啊，那你有想过什么是爱或者什么是未来的生活吗？我想过。就你和他之间的契合到底是什么，一直到后来你说因为他帅呀，我听明白了，就又是一个典型的五官决定三观的一个事情。其实不是他简简单单的帅吧。我知道当然不可能简简单单帅了，但帅这个事情肯定是起到很大作用。你需求一个男朋友，你需求一个长得高高大大强壮的男朋友，你需求一个给你浪漫的这么一个男生，你需求在你毕业之前的那一年里面你就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人。你看你啊，姑娘，表面看你大大咧咧的，但你内心非常难搞，表面看你特立独行，但你谈的恋爱非常的俗气。你知道为什么？就你表现出来的，我不是一个浅薄的姑娘，我不是一个和别的人一样普通的姑娘，但你所有的需求恰恰是浅薄和普通的。然后你又不愿意承认的一件事情，其实是你对他有强烈的单方面的索取。所以我比较同意苏琴老师刚刚说的一段话，他让你们来考虑到底是不是真的爱上。挖深一点，我让你考虑一下，你是不是真的知道什么叫爱？我怕你不知道呢，因为所有我在你台上看到你所有的一切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单纯的、非常表面的一个需求。我有欲望，我有情感，我有情绪，这些需求我需要有一个人来满足我，这个时候他就应运而生了，然后他就是我男朋友。你的爱是浮于表面的。至于你说啊，一年时间看过2次电影，就是现在有一个叫线上恋爱，因为现在小孩天天玩游戏啊什么，他们已经习惯了一种线上的生活方式，所以以前的那种什么看电影啊、出去玩怎么样啊，对，在他们来说觉得太麻烦了，所以他们现在做的一些事情什么啊，我帮你点餐，是吧？啊，然后呢，我给你外卖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这是一种全新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不是说他对啊，
我只是说你用一个大概四五年前五六年前考验爱情的一种标准和方式来要求现在这个时候要不要继续这段恋爱，根本不是看这个男人陪你有多少，也不是看他有没有送六件套给你，而是要看你们未来生活里面是不是真的需要彼此。就这样。说到人设，其实你给男朋友的人设是就是体贴嘛，在你任何时候需要他的时候，他必须出现，他必须做出让你觉得心暖的事儿。但是你不觉得这个心暖不是真心的暖吗？你考试的时候难道一定需要男朋友在外面等待你吗？其实你不需要。所以说在这些不需要里面，你偏偏要把它当成一个物件，就像六件套里面的一件摆在一起才齐，这才证明我是幸福的，我是有男朋友的。你这是其实就是在装嘛。但在这种包装之下，被包装的人或者说在出力的人，他不是真心的呀。他说了一句话，叫你们看电影时说你不能用你的快乐来牺牲我的快乐。很多时候他是不心甘情愿的，那在不心甘情愿的状态下给你的那所谓的体贴，那也是假的呀。所以姑娘，在你体验爱情的时候呢，真正要用心去体验，而不是形式。男朋友呢，努力做到了形式上对你满足，但内心是有抱怨的，他也不是真心，这不叫谈恋爱，这里面没有爱情。所以说想得到爱情吗？都想，形式上可能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很简单，放下包装。就像你能任性的剃光自己的头发，因为你愿意享受那种感觉，那是用心去做的事情。就如同他看着你的头发长出来，这是你们一起成长的，这是点点滴滴，而非一种形式，而非一个标签，好吗？用心去体会爱吧。就这样。您知道偏见从哪儿来吗？从您自己，您释放的信号。比如第一次的时候的寸头，这个寸头显示的是我的个性，我对寸头没有任何偏见，我也被不小心剪成过寸头。但是你会让周围的人第一感觉，哟，这姑娘不好惹，这姑娘可能跟其他姑娘不一样。然后再接下来还有在酒桌上你对其他异性的态度，男朋友未必觉得你一定要对那些男人们下手，但是他一定会觉得你对他们不设防的这一个姿态会让别人对你下手。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保护吧。所以我说你自私，是因为你从头到尾考虑的就是我的感受啊，他不在乎我啊，但你从来没考虑过他。你要你的六件套也好，五件套也好，他得到了什么呀？为什么谈恋爱里头都是女孩子找男孩子要呢？为什么不能说，哎，我准备了三件套，你准备三件套，我们俩凑在一起，正好过冬六件套我们齐了？为什么看电影一定得他约你呢？为什么不能是你挑了一部你喜欢看的片子，然后告诉他这个周末我定一天我们是看电影的，这一今天晚上我安排，你要把时间留给我，为什么你就不能主导呢？为什么在恋爱里头你认为你索取的那一些都不自私呢？就像你索取的时间，而那个时间里头是丝毫不心疼人的。这种不心疼人像什么呢？更像是一个女儿对爹。女儿可以对爸爸说，爸，我要进舞蹈学校跳舞了，然后你在门口等我，不许走，出来以后我见不着你，我会生气的。但是如果反过来是妈妈要进舞蹈学校去，让孩子在外头，妈妈会怎么办？妈妈会说，我给你找一个地方待着，你得要舒舒服服的，你要不给你放到哪儿玩一下，你不要一个人等妈妈，妈妈觉得怕这儿第一不安全，第二呢也怕你自己无聊到，这叫有爱的。可是你对她的状态呢，就是一个小女儿对自己的父亲完全不考虑她的感受，不在乎她，因为考虑不到。就包括你对自己毕业的选择一样，你的规划很冷静，这很棒，姑娘，你不需要更改，但你也需要认清这个事实，你没那么爱她，她不在你的人生规划里。在我整个的看来，她都是你可能因为无聊需要在身边找到的一个男性依靠，也许是一个像父亲像哥哥一样的角色都行，未必是男友。你只是谈了一场你想象中的恋爱，你没有付出，就是因为你没有付出，你才觉得甜度不够，所以你拼命地找他要，你希望他多吐点糖出来，这样的话也许你以为这样才够甜了，事实上不是。这段恋爱不甜不是错在他，错主要在你，他只有那么一些小小的瑕疵，那就不用提了。谢谢啊。现在的女生在谈恋爱的时候是绝对不要求平等的，在恋爱的时候人设一下就变了，我是弱的，
因为你追求我，所以你要满足我。这大概是现在女生最多的一个想法吧，是吧，姑娘？那么，男人跟你在爱情当中，男人需要满足的那部分是什么呢？想过吗？其实别觉得委屈嘛，你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女生，那是外人眼中的你。但是当你脱去了伪装，关起门来面对你男朋友的时候，你还特立独行，他还是你的男朋友吗？你有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刻，大概直译过来就是，你的快乐源泉就是我痛苦的根源吗？关于这个禁食镜这个，感受到了为什么不早说，为什么一直要忍着，为什么一定要憋屈着，直到把一段情感憋屈的那么难受，那么拧巴，一开始就是甜嘛，听听就荒唐嘛，到最后就是一地鸡毛嘛。还爱吗？如果是爱，为什么要伤害吗？你也想一想，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其实我觉得委屈的时候，就是一想想我俩在一起的时间里，我就没有那么难受。你说正常现在男女在一起肯定都会多少带点委屈，而是我就是说可能是快乐大于我们在一起的委屈，我都能坚持下来。而我更希望他就是说少一点任性，就是说多理解我一些。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你全身上下都是说我为你准备的，你是一个爱节约的人，你不管穿什么都是我来准备，但是这些我觉得这是一个女朋友应该做的。我觉得我这没有要说这个东西，我就有想说让你陪陪我，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爱情，我不要面包。哎，如果一段爱情到了一方哀求另一方你陪陪我的时候，它还叫爱吗？你们好好想一想。谢谢两位，请回，请回。猜结局吧，应该会出来吧。双出，虽然我很不希望。我也认为会双出的。男出女不出吧？男出女不出，女孩就是一个想找父亲的小女孩，她一定会以跑的方式来吸引父亲追，而不是乖乖的奔向父亲的怀抱。你们俩达成共识了。你们俩准备被打脸吧？我觉得双出概率大一些，请开门。啊，我客观的从我们这些不太会审美和不太懂时尚的人这个眼里评价一下，哎，我真觉得你穿这衣服特别不合体，就像一个小朋友穿了一个大人的衣服。他这一会儿就真的像孩子找到了爸爸。对，恕我直言哈，我说你们俩会被打脸的吗？其实我也知道你们说这话他就出来，对吧？那是一种反向激励，是吧？行，他们想谈让他们谈。咱们没法替年轻人做主，你们可以做主自己的生活，但是记住今天老师们说的话，去改变它，好吗？来，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好了好了，请亮灯啊，祝你们快乐，谢谢，请回。谢谢主持人，谢谢老师。来，了解今天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异地恋让我们彼此矛盾越来越多，你总想掌控着我的一举一动，可这样的生活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咱俩经常不能见面，这让我很没有安全感。你不仅对我漠不关心，还经常忽视我的感受，和你在一起真的很煎熬。你总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我身上，你的敏感多虑让我不知所措，我无论怎么做
你都不满意。你每天沉迷于自己的世界，对我的陪伴少之又少，你的幼稚不上进让我看不到咱俩的未来。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李30岁，来自黑龙江，待业，有请。小木30岁，来自山西，游泳教练，有请。欢迎两位啊。说相处快一年了，对吧？但是长期两地分开。对。异地恋。对。您在哪儿啊？我在山西。您呢？我现在在无锡。在无锡啊？对。怎么认识的呢？我俩的话就是通过微信群嘛，就是聊天一来二去的就相识了，就觉得各方面都不错嘛，就在一起了。这上面写的您现在待业。对。那您干嘛不去山西跟他在一起呢，谈恋爱？因为就是生活的话，就是长在东北嘛，黑龙江，但是从18岁的时候就去江苏了，一直在那边，朋友关系啊、家呀、都在那边。今儿来这儿是为什么？就是毕竟我俩是异地恋嘛，刚开始的时间吧，就是毕竟了解的少嘛，问题也就少。但是随着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矛盾的话就是也越来越多，总能因为一点小事儿就能吵起来。为什么小事儿吵？就好比吧，就是说白了，两个人发微信了，我要字数少点了，这不高兴，说我不在乎他。好比说我要回的晚了，晚个3-5分钟也不行，就说你都忙啥呢？怎么我给你发信息你看不到吗？你这一天跟谁在聊呢？就这种态度。那本来就是嘛，你说我辛辛苦苦我给他发那么一大截信息，他就给我回一个哦，嗯，好的，知道了。我把我的心里话都跟他说了，他什么都不跟我说，那我肯定我就觉得他对我态度就有问题，是不是？不是，那你发信息你有啥事咱们就说事儿就行了呗，是不是？你直截了当跟我说，我知道了，我回复你一个，咱们有事儿说事儿就行。那你非得说你给我写个跟长篇小作文似的，你有那文采，我又没有那文采，你说我怎么办？我非得说是回复的文字要多于你，哎，证明我是认真看了啊，我是在乎你的。那你说本来咱俩就是异地恋，在你这儿我就没有安全感呀。你说我给你发那么多，我也想让你给我相同的回应，但是你没有给我呀。不是，这个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你说让我给你写个小作文啥的。我就问你吧，你们开始不认识的时候有没有写过小作文？肯定有，但是比对呀、啊、现在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写？谈了恋爱就不会写了，敷衍就是敷衍，你直接说嘛，就女生就感觉到敷衍，是不是这意思？对呀、啊，那因为我们俩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什么事儿都聊，他能给我发那么长一截，然后现在就给我发几个字儿。所以你就坦诚的面对吗？为什么开始敷衍了吗？为什么不如一开始那么浓情蜜意了吗？直接跟人说不就完了吗？话那也不能说天天的都有那么多吧，有事儿就讲事儿嘛，对不对？刚开始我承认肯定说恋爱的话有一个说甜蜜期这一块，那你说天天也不能说总这么交流，有啥事说啥事吧。女生认为在你和她的这个交流过程当中敷衍的成分多一些。对。好，你并不觉得，你觉得她要求高了，这是第一个冲突。对，还有别的冲突。而且她对我监管太强了，就好比吧，我出去了，我这个微信步数里头如果说数量变了，她就得问我，她说你现在在哪儿呢？你出去怎么不跟我说一声？我说那我现在我跟你说不也一样吗？他说那你这样，你开个视频，我就得要把这个视频打开给他看我到底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就是怎么就非得要看我看得这么紧，就说完了。我没有说看你，因为我去哪儿我都会提前跟你说。那比方说我要下班，我要跟朋友吃饭什么的，那我下班之前我就要告诉你说我晚上要跟谁吃饭，我就提前告诉你。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那我不也跟你说了吗？那你都吃开饭了你才告诉我，那说明你心里就没有我吗？你就没把我当回事儿啊？不是，那我同学聚过会什么的、对不对？那我什么事儿我还都跟你报备吗？开饭人也没有这么看的。那问我，他说你在哪儿呢？我说聚会呢，朋友在一起。他说那你把位置发给我一下，那我就发给他吧，视频看我还不行，还要看看周边的环境啊。那你弄的就说白了不是我一个人两个人，很多人都在那儿，很尴尬。会怎样呢？我旁边坐过女同学，他就会说你为什么要跟女的坐一起，就是弄得我和那个女同学特别尴尬。本来没有啥事儿，都是同学在一起聚会嘛。不是，那你俩有什么尴尬的呀？你再说了，你有女朋友了你没告诉她吗？你为什么不挨男同学坐呀？你非得挨女同学坐？
不是，那谁上学的时候没有个异性的同桌了，对不对？那说白了，挨个男女坐一起能有什么事儿？那谁知道你俩以前是怎么回事呀？也许你俩以前上学搞过对象呢，没准在我不在的时候，你们还想再去前缘呢。我俩真有啥事儿的话，我不跟他在一起了吗？哎、我还能跟你在一起吗？人家现在不是都有一句那些话叫怎么说来着？那个同学聚会拆散一对是一对，是吧？那他自己就不自觉，你为什么就不挨着男同学坐，非得挨女同学坐？我觉得就是你多虑，你明白吗？我也不知道是我哪儿做的不对了，让你有这么多想法。就真的主人就说白了，两个情侣见面，本来我俩就是异地，对不对？那时间长没见面，俩人见面，他第一件事先把手机拿出来。哎，从相册哎到短信、微信，挨个看一遍。这是干嘛呀？那我就是想看呀。那我也让他看我手机啊，我给他呀，他也不看呢。不是，你干嘛对自己这么没自信呢？不是我没有自信，我就是觉得吧，那你说你手机里面要是没有东西的话，你可以大大方方给我看，对吗？不是，看到了你会怎样呢？我们假设它里面有东西，你会怎样？分手？我就是想分不分手吧你。没想过那一点。对呀、啊，有了都没想过要分手，你看他干嘛呢？但是我就是想，基本信任都没有，我不知道你焦虑在哪儿了。我就是想知道，就是我不在的时候，他都跟谁聊天嘛？你为什么这么不相信这个男人？那你跟他谈什么恋爱？我就觉得吧，他就嫌弃我了，你知道吧？他咋嫌弃你了？因为我之前不是也失恋过一次嘛，然后那段时间我就是特别特别伤心，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我就开始吃什么长胖吃什么，就以前不是也训练嘛，然后自己也控制那个身材，就是什么东西就油炸的什么都吃不上，然后我那段时间我就使劲硬吃，就把自己吃胖了嘛，然后现在就是有点身材发福了，然后他呢，他跟我说话那种口气吧，他就是说，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你赶紧减肥吧，你就催我减肥。其实我胖这一点我自己心里明白，但是呢，他说话那种态度就让我接受不了，你知道吗？他还跟我说了，说你看你现在的身材跟你的职业一点都不符，那我当然我就生气了。不是，那减肥这事儿不也是你刚开始你提出来过吗？那你现在你自己你减不下来，那我督促督促你怎么了？你督促我有那么督促的吗？你给我买一个小码衣服，你这不就明摆着嫌弃我，明摆着刺激我的吗？不是，我这叫怎么刺激你啊，对吧？那你本身你说减肥这个事儿开始到你说你在减肥过程当中半年了，从130斤减到150斤，你说我再不想想办法督促督促你，那你再有个半年你不得长到170去啊？那这个也是说白了变相激励你的一个减肥方法嘛，对不对？拉倒吧，你说的是变相激励我，谁知道你跟你朋友在背后是怎么说我的？就有一次的时候吧，他就带我跟他们朋友一起吃饭嘛，然后他的朋友就跟他就开我的玩笑，说什么，哎，你女朋友这也太壮了吧，这你俩在一起是谁保护谁呀、啊？然后就是调侃我嘛，说，哎，你见过他游泳吗？他下去会不会沉底下去？有他这样开玩笑的吗？本来我对这件事儿吧就是自卑。是他还是他朋友？他朋友吗？你朋友怎么这么不尊重你啊？这个怎么不尊重他？你朋友为什么这么不尊重你？我想问。不是，就是朋友之间开个玩笑，我们不挺正常的吗？我怎么觉得你朋友没把你当朋友啊？也不是，就我认为的是啥呢？你说朋友之间，你说连个玩笑都开不起。你当时的反应有没有跟朋友急啊？有没有说呀？也没急，我就认为啥呢，那你说他开个玩笑也没有必要，谁说什么都往自己心里去，那你一天你过得累不累啊？不是，本来你也是知道的，对吧？我现在对我的身材，对我的外形，我确实我就自卑，那他为什么要在别人伤口上撒盐呢？那他就本身就是那样的人，得谁愿意跟谁开玩笑，对吧？那你说我不能跟他去因为这个事儿说是闹口角吧，对不对？为啥不能闹口角呢？那你说这么多年朋友都开玩笑吗？这是你的女人，你为什么不保护呢？这是开玩笑吗？就是我觉得，哎呦，这男人长得真挫。哎，你怎么找这么一男朋友，长得又挫还待业，30岁连工作都没有，你跟他混什么呀？混，心里难受吗？哎，这是我开玩笑呀，我开玩笑着呢，你好受吗？不一个意思吗？就不尊重吗？对，他当时他都没帮我说话，然后回去了以后吧，人家还指责我呢。指责你什么？说我没给他面子呀，说我当了那么多人的面跟他吵什么呀，他还回去还教训我呢。明白，遇事的时候一个男人没有给你提供有力的肩膀，对吧？对。还有什么问题和冲突呀？
还有就是吧，我就觉得我吧，就是他找来的一个免费保姆。每次去他家，他家里面全是乱七八糟的，那衣服堆成山了，都是脏的里面挑干净的穿。然后那些脏袜子、臭袜子，那沙发上乱扔，那沙发缝里面全是。我每次来都要给他收拾房子，我就觉得我就是他请来的免费保姆。不是，你说话这个有点难听啊，就是我叫你来或者说你来找我，我什么时候让你去给我收拾这些东西了？不是都是你来了以后，你看这儿不顺眼那儿也不顺眼，什么厨房怎么这么乱呢？啊，你这卧室说白了跟猪窝，这不都你自己认为不干净吗？不是，我就问你，我要不收拾你肯定你就说我，你说你这么没有眼力劲儿，然后你就说我懒，你说我给你收拾了吧，你还又说我把你的东西都叨乱了，哪儿哪儿都找不着了，反正我是收拾也不对，就不收拾也不对，就在你眼里就什么都不对呗。不是，我什么时候说过你说你懒你不干这些了？你总是愿意把你认为的这些事儿啊，就是你想成什么样的，你就认为我就应该是怎么想你的。我没有，完了你非得要把这个帽子扣在我身上。就说白了，我那个房间我住的我很舒服，我虽然乱一点也是乱中有序。那你说你收拾完了以后，我真的有好多东西我还找不着。你们俩这一年当中见过多少次啊？一个月也就一两次。谁看谁多一些？我去看他多。那你为啥不来看他呢？就是我也想去找他呀，但是他就说不方便。你现在不是也无业吗？但有啥不方便的呢？就是我想去，也去跟他说过嘛，我说我也想去找你嘛，见见你父母，毕竟说30岁了，也是想说奔着结婚去嘛，但是他觉得又不成熟，也不让我去找他嘛。你觉得不成熟在哪儿啊？我们俩还，我就觉得还没到那种地步带他见我家长，而且那你说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他连个最起码的工作都没有，你说我怎么带他见我父母？那他每天在忙什么呢？就每天都打游戏呀。不是，我玩游戏的话，那不也是一种赚钱吗？我也现在只是玩游戏挣点呢，对不对？那你说我现在本身就是现在在家，之前的话我还开一个就是烧烤店，反正也黄了嘛。那你说我现在在家的话，那你说也没啥别的事儿。那我再给自己说白了，我玩游戏我自己还爱玩，还能挣点钱，不也挺好的吗？你看你说了半天你还是爱玩吗？你就是找这个游戏的借口说这个玩游戏挣钱。我就问他，我说你今天一天挣了多少钱呀？哎，他说也没挣多少，反正够买几盒烟钱了。我也不知道他抽多少钱的烟，就天天就这么跟我说。不是，那我说白了玩游戏这个东西，是你认为我玩游戏不是正事儿，那我现在我在家没什么事儿，对吧？我指着这个我还能说是养活我自己，买盒烟呢也好，或者说买瓶酒也好，我最起码我这个是我有个另外收入来源吧。你就从来没有考虑过我，我想跟你多说几句话吧，我还得等到半夜两三点。为啥？因为他玩游戏呀，他白天，然后每次玩游戏他都是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我就根本找不着他。不是，我为啥调飞行模式不知道吗？就是我们本身玩那就是属于团战游戏，我不接你电话的时候，你紧接着一个的一个的打。我也跟你说了，我现在就指着这个能赚点，那你还一个劲儿一个劲儿的找我。不是，那你打个游戏你都不能接我电话，我就想让你给我回个信息，你都没时间给我回。行吧，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你觉得你胖吗？胖。你过去是职业运动员对不对？对。赶紧恢复啊。我是在恢复，我但是就是有点困难。夏夏狠心吧。我来问您一个问题，未来打算做什么呀？就一直代打代练是吗？那倒也没有。那你说我现在这种情况，我也没其他事。你未来的规划是什么？未来的话就是还是想说自己再干点啥嘛，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下又不是什么时机。你喜欢他什么，或者叫你爱他什么？我们俩当时在一起的时候吧，别说当时，经过了一年的相处，在你了解了这位男生之后，你现在爱他什么？现在真的好。经过了一年的这个相处，您现在爱这位女士什么？就是我觉得吧，就是她以前还挺善解人意。没以前，就现在爱她什么？就是如果说她别这么事儿，天天逼着我吧，我感觉都挺好的。只要她不搭理你，其实还挺好的，对吧？也不是，你在那儿没有工作，你在那儿打游戏，那你来山西啊，你们团聚啊，你们相处啊，你们了解啊。不，我就要在无锡。人为制造障碍嘛，一样的问题啊，你没有问过吗？
因为他吧，他总是想着说我抽个时间要去你家，然后跟你父母聊聊我们的事儿，因为我总是阻拦他嘛。聊什么呀？对啊，你们自己都没有聊清楚。我真觉得你们俩这一年的恋爱谈了个寂寞嘛，一个月见两回嘛，有时候见一回嘛，也就见了13、14回次面嘛，就完了嘛，就谈了个寂寞嘛。然后女生就是去收拾收拾家嘛，然后还有争吵什么的。就是他最起码连个安全感都不给我，是不是？那你走啊！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30岁的人，恋爱谈的像17、18岁的小男生和小女生，我们要的是这种感觉哈、啊，吵闹很有意思，嘴里都挂着未来，其实谁也不愿意为未来付出。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该怎么办好吗？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赶紧分手，这是我真心的建议啊，因为已经30岁了，你们还耗什么呢？如果你真的还想谈婚论嫁的话，这个时候应该考虑这个人适不适合跟你结婚过日子，不要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这个男生是真的不爱你，毕竟你还隔三差五的给他发点什么小作文之类的。你看这个男生说到短信啊、微信联络的时候，他说有事说事啊，废话不要谈啊。如果你爱一个人的话，会有这种表达吗？我爱一个人，我想知道他吃饭了没，他过得好不好，他连这些不闻不问，他一点都不关心。你爱这个人的可能唯一的一个点就在于他选择了我，这个人选了我，其他的人没选我。这一点我觉得你们俩特别像，就是你们其实对自己都特别不满意，发自内心的对自己的那种嫌弃啊，对自己的那种放弃。你还是专业运动员出身，你想减掉20斤肉，这有多难？而且还越减越重，这就是你对自己的放弃。一个男孩子30岁了，身强力壮，出去找不到一份工作，我不信就是因为你放弃自己了。那就打打游戏嘛，挣点烟钱，能把饭钱今天饿不死就得了。刚才女孩子反复提到自卑这个词，其实我想告诉你，自卑不是因为别人对我不满意，自卑是因为我对自己不满意。你们两个人是真的对自己产生了那种极其厌恶的那种感觉，尤其是这个女孩子啊，你才30岁，但是你所有的表达让我感觉听得很烦躁。一段感情把你变成了这么一个面目可憎的样子，你再这样下去，你真的自己就毁掉了。不要再这么消耗下去了，爱情应该是正能量，你遇到一个人之后，你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可爱了，这才叫好的爱情。你们俩所有的恋爱传递的都是负能量，不要再继续了，赶紧分手。你应该干的事儿就是好好减肥，然后找个靠谱的男朋友谈婚论嫁。男生也是，好好找份工作，踏实生活，不要让一个女生发自内心的嫌弃你。真的，她不光嫌弃自己，她更嫌弃的是你。女生上一段失败的恋情的原因是什么？男方父母不同意。那男方对你怎么样？男方对我挺好的，就是之前我们俩感情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到我们见父母的时候，他父母就不太同意我们俩在一起，然后就分开了。所以你跟他之间有巨大的问题，你没有意识到父母的意见只是他作为和你分开的理由而已。所以你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上一段失败，这一段为什么开始你也不知道。可能是你说，哎呀，当时在我最失落的时候，他给我关怀，给我关注了，给我写小作文了，对不对？所以你才喜欢上他。但是一年过去了，你喜欢的还是当时给你写小作文那个人。因为刚才你们俩同时有一个回复，就是哎呀，喜欢他什么，以前怎么怎么样，现在没有任何进步，甚至现在看到是最难堪的时段，你却不敢撒手。为什么？因为你太不独立了，你会因为一段感情会把自己所有的全部的价值都付出去。比如说上一段感情你就自暴自弃，身材体能对你来说多重要，现在是这个样子，而这个男人没能让你越来越好，只是让你越来越差，甚至于一见面都要看手机检查他监视他，不信任他，就是不信任自己吗？
所以说你看这个男人对于你的价值都是负的，他为什么不来啊？因为他不想来啊。他的朋友为什么取笑你呢？因为他一定在背后跟他朋友说什么，他朋友一定是知道在他心目中你呀没什么价值，说你没问题。所以这些细节不都见证了一件事情吗？就是你们没有什么感情，不必要再耗下去了。男生啊，咱别混了，你现在没有工作，每天挣点抽烟的喝酒的钱，你就在玩着玩你的感情，玩你的青春，玩你的生命呢。你得先对自己负责起来好不好？咱不能就原地趴着呀，好吗？振作起来吧。你们俩的事儿啊，我觉得过一段时间再说吧，先分开，先冷静一段时间，看看自己的生命当中到底需不需要对方。就这样。他每次说来你那边就得见你爹妈，会不会是个借口啊？这样就可以不来了，因为你肯定拦着他嘛。来找你不需要一定见你爹妈的，一个礼拜来一趟也可以不见你爹妈，对吧？为什么每次说这个话题的时候都说要见你爹妈？不就是为了让你拦他吗？你明明不喜欢了吧，你还得站着，站着也就算了吧，你还要摧毁他，你知道吗？你就谈到关于他发胖这个事儿的时候，我都动了恻隐之心，但你的整个语气我感受不出来他是你女朋友，真的就你没有一点点的同情，或者说有一点点的爱慕爱意都没有。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因为审美而相爱，就是他身上一定有我喜欢的那个点，所以我们才相爱。慢慢的你有没有发现，就你不再为了审美而相爱，你是因为心中的一种执念而相爱。他像什么？像你本来就看到一苹果，然后你想吃，然后抓手里面一直没舍得吃，有一天你就看到它烂了，看到它烂了的时候，你要么把它丢了，你要么把那个烂的地方挖一下，剩下的吃了也行。你不，你抓那苹果哇哇大哭，你就说你给我变回去，它变不回去了，它只会越来越烂，到最后都烂完了。所以姑娘，你现在所有抓住的东西都是自己内心的执念，而在这样的执念里面你变得越来越糟糕。爱不是执念，所以如果你们真的彼此爱过的话，就放对方一条生路，因为那个对对方来说可能才是最好的。就这样。我大概知道你们为什么会喜欢上彼此，因为你曾经是美女，游泳教练，身材应该也很好。因为你曾经是餐饮店老板，生意做得还不错，算是事业有成。你们两个人如果倒退回去，都会觉得彼此还不错。你不用要求他减肥，他有你所希望的一切样子，你不要求他上进，因为他正好符合你的期待。但是现在你们彼此都看不上，却碰巧又因为我们都一起跌落到了谷底，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在一块儿吧。这样其实挺糟糕的，因为你们除了那一些表面的东西，根本没有任何是你们互相吸引的东西，没有什么共同的兴趣爱好，没有什么是你觉得是特别棒的品质，没有什么是让你觉得温暖的瞬间，你们两个人独有的甜蜜时刻，这一切都没有。吸引你们的，掉在你们前头的那根胡萝卜就是，她曾经是美女，她曾经是老板，眼下我们是两滩烂泥，但我们也有可能有一个人会变回去。你们也都因为知道彼此都不好，所以现在都不做出努力。为什么呢？假如你还是那个美女，她现在就不能躺平了，她得努力了。你也一样啊，假如她现在是一个餐饮店老板，你可能也会担心这个老板娘的位置会不会被别人占去，于是你也会忽然一下有了动力，有了精气神。你们彼此没有动力的原因还是因为看彼此都看不上啊，都觉得你只配现在的我，变好的我你高攀不起。所以你们两个人捆绑在一起干嘛呢？就像两块石头掉进海里还要绑在一块，你们只是沉得越快。如果不能够激发彼此向好的心的这一种恋爱，一定不是好的恋爱。所以分手吧。我只有一个建议，就是开他玩笑的那个朋友以后要从你的朋友名单里面划去，因为他不是玩笑，看起来他在开他的玩笑，实际不是在嘲讽你吗？
这样的朋友不要也罢，你就想，连这样的朋友都敢在自己的女朋友面前公然的去说你就是一个无用的家伙了，我就说你女朋友这样了，你能把我怎么着了？你还这么沉沦吗？不可以啊，你得起来呀，别趴着了，兄弟，真的，我真替你着急。我想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起来。我也不觉得您特别适合谈恋爱，现在，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一个职业的运动员，其实他们的意志品质都是超于常人的。我觉得只要你想，那一二十斤的肉根本都不是个事儿，只是你不想。那我就想明白了，为什么你不想？因为你觉得他不值，他也不配。与其这样，不如各走各的路，你们把自己打造得更好，自然会赢得你们想要的爱情。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其实我也没有说是不想回你信息或者怎么样，就是有的时候玩游戏，就是那个情绪点到那儿了，你有的时候打电话吧，可能就是我没做到那块儿，但是我就不希望你对我不信任，你见面非得要查手机，而且我走到哪儿我都要跟你报备，这种的话就是让我感觉挺不舒服的。其实我不是说不想让你玩游戏，我在你身上只是想要安全感，就是我找你的时候你能随时都在。哎，谢谢两位，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我怎么听最后那六十秒的这个告白，好像你们四位的话他们就没有听见？对，没。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能够向上的一个原因吧。来预测一下结果。我就说他们不会出来吧，因为真的不合适。他们会出来的，双出。女出男不出吧。双不出。双不出应该是你心里的那个想法吧。对，看看他们自己作何选择。请开门，请开门。还好还好啊。有什么想跟他说的吗？可能就真的是我这段时间的话，就是整个人的状态都不是特别好嘛，就是也让他认为我现在特别颓废。其实我也不想是一直是这个状态，只不过说是之前的话经历过一次失败嘛，也就是想趁着这个时间我想放松放松自己。也我也知道就是什么游戏啊，这个东西不可能说是一直我继续玩下去，我也是有这个信心还会再起来，但是可能就是真的是时间不对吧。谢谢你，请回。就这女生走了心里面稍微还好一点，我就希望男生早点醒来。很多，再一次谢谢四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